观光列车长来摆一十年。2014年10月，22号，然后中山站6:38出发的14E联次哦，研发车叫延康北湖的勇气2.7研发天头车网，在。那那算了，那你看，我下面干嘛咱们都给我们打几万片？喂、哎，好、哦，没事。好了，阿爸全都出网，单干嘛玩哦？4E03是研发的将延线跟北湖的1.72.7阿宝圈的特网，等个麻烦，拜拜。那现在是阿宝圈的，还有金龙的，也还有去百姓阿宝圈的1D12次哦。新的发车将徐安兴还有金龙的，因为用去百姓阿宝圈的，然后一直在拿到了。